好，带您来关心台风的动态了。中央气象局在上午的11:30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，首波警戒范围包括了花莲、台东。那么，为了要做好万全防台的准备工作，花莲县政府并且召开了小犬台风防灾的准备会议，提早做好防台工作，来保障县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。继9月3号海葵台风袭击花莲中南区，造成严重的灾损，至今还没有复原。中央气象署在3号上午11:30发布陆上台风警报，可为花莲带来另外一波的灾情。为了做好万全准备工作，花莲县灾变中心并且召开准备会议，检讨上一次风灾的情况，来作为因应的对策。如何做灾前的准备工作？还有13乡镇的这个乡镇首长，我们要提醒他们一定要小心谨慎的因应。那另外就是财政处或是主计，你们也先询问一下。经过傅舒瑞经过的海葵台风，我们各乡镇的灾损金的目前的状况是如何？是不是可以先了解清楚，以便在这一次小犬台风来的时候，我们各乡镇有办法及时来因应。他们可以用哪一些的财源？来因应，还是县政府要先给他们一些裁员，给他们做及时的抢救的部分。现在许多人表示，小犬台风将直扑东台湾花莲，4号、5号、6号3天当中也会带来丰沛的雨量。对三地乡的秀林乡、万隆乡和竹溪乡，显示秀林的区域可以说是首当其冲。上一次海葵台风造成松峰乡民宅土石流侵害，以及南区桥梁农损都还没完全复原，而这一次又重新来一次了。台风即将来到花莲，花莲在应变中心也做好万全的准备，来保障县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。记者中央黄世报道。